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。没有武装的。啊！死掉了！干仗在前面，我们完成太废。我会灭团。桌游的颜色有强弱之分，绿色通常都是最强。不要倒抽一口气了，他一人选一个。好，绿的。他要选绿色，绿的。好，那我就抓这个吧。骰塔而已嘛。啊，这游戏叫做 Escape 哈，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逃出去，逃离神庙，真的是逃离神庙。那我们一开始出入口人在人都在这里，你 OK 吗？上。好，对，所有人一开始都在这里，所有人。耶。你要白色吗？好。有没有别颜色？我先让烂蛋就白色。对。不然你自己把它喷成黄色。它最多可以几个人玩啊？五个人玩。好可爱哦！骰子有差吗？没差，没有差，没有差。来，它总共五个面哈，一个是，我来顺便摆一下，对，就这样子。好，一共五个结果，这样，好，好，好，一共五个结果，他都会设置的。好，那游戏这样子哈，那个，对。那我们一开始是在这里面，我们要逃出去，对。好，然后呢，那轮到你的时候，这个。没有再算回合数的，就是只要你可以骰，就是疯狂的骰，就这样一直骰，一直骰，大概是这样感觉，大概就是这样感觉。好，那它是这样的哦，像有听过这个介绍，它这边有这个图案，对，好，那你前面有这个东西，代表是你要去使用它，好，这只是一个标示而已，哈，那它要一个钥匙，跟一个绿人，它才可以出来，对，才可以打开旁边的东西，例如说像这样。好，我这边，比如说我这边已经有这样的，好，像这样，比如说我要把它消耗掉，好，这动作很快，我现在是很慢很慢的动作快，然后你就说开，就开一个洞 ，OK，、嗯、就像这样子，开这边都可以，通道都可以，你可以选一个，然后因为等下会手忙脚乱，所以我来负责做开门这个动作。好，然后开门的话，这边就不能开，好，那它会有个方向性，就是例如说当我开的时候，一定是从这里出来。这个我会帮你摆、okay. 哦 ，OK， 好，然后呢，那我要怎么移去别的房间呢？也是一样，就是你就自己摆，那就用它之后，你就可以移过来，这样移过来 ，OK， 用这个房间的，对，你要用这个房间的，好，那如果你再骰到这个的话，对，你就可以再继续开 ，OK， 那开那门就是我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是我们的出口，那出口呢，我们一定要收集宝石，才可以回家。那五个人的话。OK， 好，然后这有十六颗，好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它是这样子哦。当如果我们这个会在这边总共有十七张牌，它会等一下可能再倒数一二三张。当它开这个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人走到这里，好，那你只要骰跟加起来是宝石跟那个钥匙同一个数目的话，对不对？比它大。你就可以逃出去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我在这边骰到五颗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四颗，如果这里面就有三个宝石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办法把宝石给消耗掉。OK， 那宝石怎么消耗呢？就是当我们人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骰，比如说像是如果你骰到火把大于四等于四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消耗掉，你就可以一颗放在这里。哦、okay, 那我们就少一个，就变剩十五颗。火把怎么样等于是？好，你如果四个骰子啊。好，那所以会怎样呢？如果我们五个人在这边，一个人出一个火把，我们就 OK， 我们就可以放上去。Okay. 好，这个是放一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放在这里的话，对不对？应该很明显就是，如果我们有，我们可以凑十个钥匙，我就说，哎，我提供个钥匙，哦，我提供两个钥匙这样之类的。哦，那全部加起来总共十个，我就可以放三个在这边。那前面两个就没办法用了，一片可以啊，就是继续甩外，只要消耗掉就可以继续甩。几格就可以放，反正就是说，你只要放到这个区块的，哦，你就是代表说我提供出来，我想要留起来，我准备要使用的。好，那你这些你可以这边只甩一颗也可以 ，OK。好，那当你消耗，你就要拿回来。我们已经消耗掉，才要拿回来。我觉得甩塔会干扰，会比较慢吗？对不对 ？OK。好，那。大方向是这样子、所以你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两三颗骰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要出去，对，这并不是这是一个比速度的游戏，对啊，所以你帮
集中的地方，但我是猪队友，可以也可以。但我是猪队友。好，那另外一个问题，过来一定要等人家。没有啊，你自己走你的，开你的都可以，你去别的地方也可以。只是跟别人在同一个房间会比较方便，会比较方便一点。OK， 好，那前面这三个讲完了。不会。如果遇到黑色怎么办？黑色的话就会被卡住，就不能，就只能再塞其他颗。哦，如果你塞到五颗黑，烂塞五颗黑色，你就再见了，就不能用了。对 ，OK。好，那要怎么救呢？如果你塞到黄色，一个黄色可以救两个黑色。OK。好，然后一个黄色也可以救别人两个黑色。救我！救我！快点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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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类的。OK。好 ，OK， 这样就知道了。OK。那六面，五面就讲完。OK。五面都讲完了，效果。好，那我就可以一直揉，一直揉，一直揉，然后一直揉，一直揉，一直揉。但是你只要遇到黑色，你就是要把它扣掉。不要让它塞到，让它塞清楚。OK， 一直揉，一直揉。所以，我可以就是可能我已经四黑了，就等别人来救我。这样，拿一下出来就拿起来再抓。好，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呢，你就这样子求救，求救，求救，不要揉。这样，求救，求救。听起来是完全它其实正确规则是要，例如说我今天是在，例如说我跟 Eric 是在同一个地方，好。然后呢，如果我要跟他同一地方，他有黑色的，我有黄色的，我才可以救他。嗯，好，为了我要让那个难度比较简单一点，所以我只要在任何地方，你们就自己救吧。全场救，对啊，我们专家级的，怎么会有简化游戏的那种呢？那我们就在同一个地方才能救。对啊，我们不要求降难度，我觉得这样合理。我们是专业玩家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先等我讲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降低。我好像在骗小朋友。不会，就是要死过才会知道这没有那么简单。死过才知道痛。先玩一场嘛。怎么可以死啊？我们游戏就是第一次就要破关了。哦。基本上第一次应该是有啊。对了，你所有人都在这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只要一个人，例如说他只剩一个宝石，所以你只要用踩到一个钥匙用掉就可以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嗯，但是呢，那只要一个人出去，他就给里面的其中一个人。啊，例如说他没出去，我就不给你一颗，那你就六个可以塞。哦、OK， 好 OK。他可以把他空闲的骰子分给别人，分一个，很多人忘的一个。对，等下我找一下。所以一使用完的骰子就可以拿回来。我直接一开场就两黑。黑色干嘛这样子？黑色是 luck， 就是你骰到黑色的话就锁住，少两颗就不能骰了。然后黄色是劫 luck， 黄色一抵二，一黄劫两黑，一黄劫两黑。嗯。然后三黑死定了。没有，等一下，还没好。我刚看到。不，两黑死定了。拿黄自己救啊！我跟你们在一起，我死定了。怎么会有第一手？好，然后第一手就三黑黑黄。我讲最后的规则。我一神扛四动，才五颗骰，我也救不了那么多啊。这游戏呢，它其实有音乐光碟，所以它的限制是十分钟要把它完成。十分钟吗？对。然后呢，它其实有图案。灯。所以那个可以解别人的吗？什么？同一区才能解别人的。对，黄的同一区可以解别人的。所以你要解别人，你要先想办法走到那边去。他一开始的时候会像这样子，哎，等他一下。七个人。他其实会有痕迹。好啊，都有智慧啊。然后就开始倒数，好。然后呢，那他的关卡是这样：当你到七分多的时候，才认得到五个人。比较。因为我前面贴一个看门关，它会变黄色。好，然后呢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跑回到原本这个房间。如果你在它关起来的时候，比如说像这样，它等一下那个三，它起来准备变红色了，爱心消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在这个房间，你就要扣一个骰子，永远都不能再用。我靠！等一下，再一次。好，看动画的。对，所以你出去捡捡的，然后时间到还要再把它跑，还要跑回来这边。你也可以说，我就捡到很后面的怎么样，我就是不回去也可以。少一个骰子没什么嘛。对啊，对对。可问题是呢，它有两次。哇靠！三个骰子也可以过嘛？好可怕！我就是强运啊。原来如此。还有两次。对，黄色就要赶快回来。对对对对，之类的。哎，另外一次可能过头。啊，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会提醒你，然后我这样拿着看，因为这就当做没有那一次。你放，你就是就放板了。好。地图要全部洗回去。好。但通常不能吃东西，因为十分钟而已，你要一直捞骰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始吗？没电了。Ready。等一下。Ready。八
你不要说我对，你往里面丢，往里面丢是不是？好的，画面记得自己。时间，对，三黄。那我就是刚才我落到三黄，你刚刚在说什么？就是我落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就先走着。然后哎，对，我跟你讲，你甩到四个，你可以等那边，随时等到我要用的时候，我再把它消耗掉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所以这上面可以放。然后记得你要去，例如说像你这些摆啊，你一定要躲到这个房间才可以用。Okay. 这边是可以放五颗在上面啊，就是我要。可以啊，你只要，但是你消耗掉的话，就是就再接收，接收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好懂。OK， 好，那你要准备好了吗？所以骰子可以保留的吗？准备好了就可以。啊？你要先看那个、啊。开始了吗？大家都看得到、啊。好像有点猛。对啊。不用，你要干嘛啦？哦，好。你要干嘛？不用放平啊，放平。啊。又不是只有他们要看。然后我等一下放旁边，大家都看，然后我会跟大家讲。迎风阵阵。好了，要开始哦。好，可以骰了。然后三黄，我开。好，请开。如果我三黄，就直接解掉，对不对？救人，救人，就直接解掉了。对对对，就直接解掉了。没有黑，知道自己手解。好，左挂也要这个，左挂也要这个。两黑我。两黑有人要救他吗？我救你，我救你，我一个救自己，还有两个救。有人要走吗？有人要走吗？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这个。哎、欸，我白色，我有钥匙了，我可以走了，我也可以走。好，我有一个钥匙加上你去拍哦。我要拍自己的救人，救人，救救救！我有火把，来，一个救你。没有，他也提供一个火把。我有火把，我开地图，开地图 ，OK。我也要开地图。好，我移动。没有火把、啊。两个火把，我两个火把，我只一个火把，我两个火把 ，OK， 解了。四个火把，好，解，那放一个过去 ，OK。开个地图要开哪边？绿色区去。没有啦，我走开要走过来才可以开。不是，我要进去。好，那你可以走过来。不是，两绿到那边。OK， 好，那你红色走过来。两黑，救人哦！救你！只要救，只要救。救我，救我，我走过去。我两只火把了。好，开记得跟我讲位置哦。哇，两黑求救！救你！因为我们两个解不到那边啊。我三火把了。你这边可以冲那个火把的，冲钥匙。我两绿开门，两绿开门，你要开这里吗 ？OK， 好。现在开一钥匙，哎，我这边可以开这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两绿在开门，两绿开门，那边开那边。好。然后还有两救人救人救人。好，开完了。好，三黑啊，三啊。哎，三黑求救，蓝色救一下，救一下。自救。自救自救。你怎么黑成这样？我救你，救你两个。四火把，四火把吗？请放上去。一个钻石。好，这个就不能再开喽，要换其他地方喽。哦，是啊。所以你得一到十个就可以去开三个，之后就不能再开了。三黑了。要有钥匙吗？一个雷把。那个雷得救你，救你，救你。你们没救还救，救还救，好，两个钥匙，四钥匙，四钥匙够了，好，所以要开哪一个？没有 ，OK OK， 好，那个钥匙跟人走到这边来，好，请走。一黑救两个，自救自救，那个走路啊，什么东西不用给你看，你只有这个要给大家看。我把绿走，我走，好，请走，我一个。好，火把，他提供一个火把，我两只火把了，两只火把加一个火把，要不要？我提供一个火把，这块我要钥匙的，提供一个火把。你可以只骰这三个，没有，我提供一个火把，我那个你可以留着，对对对，对，三只，我们四只火把了，好，四只火把了，已经四只火把了，好，我一个，你要开吗？哎，两个救，开哪里？谁救救我？我已经四黑了，我也是，好，一黄救你，哇，两黑。我自救，救我！好，一黄救你，谢谢。两黑，好，变黄色喽。钥匙，要回去了。等下太久回去了。啊，两绿移到。啊，要两绿才能过来，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吗？你要绿绿可以移到皮的地方去。哦，好，两绿。我三黑啦，要救我！两绿走过来。你是白色是不是？对，我是白色。我们现在在你那，快点赶快回去哦。快点回去哦！我也是黑了，还有六秒啊！哦，还有五秒。我死掉了。是。两黑。好，我回去了。回来要走，要走回来。哎，走在这里啊，跟死掉没有关系，别人就救你就好。先用这个吗？现在不能动吗？救你。好，先暂停一下。好，所有人都没有人要给我一个骰子。有没有难？你在跟我说要开最难的。天啊！哎，还有一个人。
好了，那继续喽。没有，因为没有发现那个救人的那件事。好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继续开啊，开啊，要走回去，是不是？三黑了。你可以过去从那开也可以啊。哦，这边要先解哦。好，自救，自救，自救。好。绿过来了。这个要解吗？火把，我们来拼火把吧。没有没有，已经不行了，已经解一个了。哦，已经解一个 ，OK 好。谁要救的？我两黄，我四黑了。我两黄，我两黄。救他，救他，救他，救两四哥。好。怎么那么多黑啊？火把绿过来了，绿过来了，绿过来了。好，拼钥匙，拼钥匙，自救。钥匙，然后我再谁要谁要救？我救，我跟你不在同，你这没事，蓝色救我，救救救 ，OK 好，一个骰子哦，好，一中，有钥匙了，好，救你一个，不救你了，几个钥匙啊？两个钥匙救我，好，救你一中，救你两个，这个我买一个，开门，两个钥匙，四个钥匙，四个钥匙，四个钥匙，好。还没记得跟我讲规矩。又两黑，好开门，他两黑，我两开门，开门。我等，你没有火把啊？三只过不去。啊，我三黑了，救人，救三黑。你可以拿自己回去自己救，救你一个，救救。火把一个，你要先过去，你要先过去，火把一个，四个火把。哇，三黑，厉害，四个火把，我不放救你一个，救你两个，救你两个，好，再解，救你两个，两个，我一个，一人一火把，第九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哪边？这边，好，火把位移动，所以这边过不去嘛，这边没有通，对，两个人，赶快冲开。然后绕回来啊！我移动，移动，然后提供一个钥匙，移动，提供另外一个钥匙。救我！我们走了，三黑了，救！没关系，可以全体无救。可以过来啊！对，可以过来，对，可以。四把了，我先提供两个钥匙，先拿一个，然后。哦，自救。救你两把。我还可以救别人，我再救。哦，还有三十秒要回到原本的房间了。啊，回不去啊！救两个，回不去啊！我怎么走那么远？两个，两个。超远。拿不出来，开门，开门，回不去了，自救。你不会故意摆这边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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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我们要对吗？不能这样子吗？因为还有那个路口。然后靠，绿绿我过来了，先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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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不能进一栋吗？好，绿绿再开门，开门，我要开门，开门，还有五秒啊！那回去吧，可以啊。三、二、好，绿绿过去了，绿绿过去。我们直接拼大火把，把我四黑的救人。好，暂停一下，来，救你，没有在里面救我。三颗骰子拼了，继续火把，好，开始哦，剩一个火把，还有三分二十秒，一个。三个，你有没有火把？救他！救你！狂开！再开，开！救人！有谁要？你怎么样？有火把，四个解了啦，四个解了。要这样，多拼几个。啊！黄姐，看，给你。你们黄，你们黄，救！我在这边呐，没有人可以救我啊。对，我们三个自己护来了。你会发过来吗？多一个火把，多一个火把，一黑一黑。火把，我觉得可以啊，三个火把，死了，我们两个死了，第一个火把，两个火把，可以救，快点救他们，不会救不用走过来，不用走过来，是吗？没关系，不用救，直接救，快点救了，没有没有，先救别人，先救别人，赶快闪，自救，哎，有了，你两个，他救我。没有，你赶快甩啊！哎，有了，救他两颗，救他两颗。要救别人，要救别人。开，两绿开这里，两绿移动，他两绿开这里，我两绿移动，我要死了。哦，这个有机会哦。等下救，绿要死，救你两个。救他。好，两分钟。绿要死，开，开这个。我要进不去啊！不用，没有，不用再回去，不用回去了，不用回去。我三黑塔死。救我！等一下，再两个，两个。好，救你两个。走路。救这一波，救。哎，想要救。就蓝绿移动。干嘛不开门就好？开门就好了。开门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
开门啊！就好，出口在这里啊！就一颗，就一颗。好，现在还有五颗宝石啊，你根本不够。我五个一起丢不行了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不行，开门，开门，好，开门！哦，有机会，快点！全部来这里，啊、全部来四个，要怎么过去啦？还有一分，还有一分十秒啊！我救你！钥匙，这边如果十个的话，可能会剩两个，有机会。就一分钟。我刚又卡两个，无法。救你两个。没钥匙啊，自救。我没钥匙啊。救谁？谁要救？谁要救？我两颗。还有四十秒。怎么没有钥匙啊？坏掉了！有两颗钥匙啊！坏掉了！三个钥匙了！哦，这三个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坏掉了！哇！坏掉了！我觉得人家烂掉了，烂掉了！烂掉了！三个钥匙了！还有十九、八、十七、十六，没有钥匙啊！太远了，我要过去才有啊！救一下，救！好，十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不及了。好难。好，有没有跟逃离神庙一模一样？不能够分开走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先开这一个过去，对，要回来的时候再回来，然后再从这边开，然后可能可以躲回来那一次，可能会扣一颗，对吧？之后在这附近把这个门口开。所以，我们等一下策略重新拟定。策略，大家要黏在一起。对，大家因为这个东西，第一个去哪，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好赚的。哦，对。我们太早开到那个的话，就要集中在那里。对，我们不要分开走。我们需要一个队长，这是非常合理的，非常合理的。需要一个队长，队长在哪，他就要在哪。队长在哪？对，就是怕队长带赛出，一开始试玩这样子，就是怕队长，就怕队长带赛出不去，又赛出。哎，收太快了啦，没有这回事。我们还有第二次啊，赶快啊，我要走了，赶快我要那个，哎，没关系的。你看我们玩一下，杨走了，杨走了，你什么都没做到嘛？你要走了？不是，他说杨走了。我想说你刚才又要走，会不会太扯？拿一张钱，你可以花他的票。不用钱，不用钱。你要不要坐？我这样子好了，这样子应该比较好。你们坐你们两个中间。啊，人物在这里啊。就是很累，很累。逃离神庙，逃离神庙，你们很像，真的。很像。明明我就一直roll骰子，为什么这么累？好好玩哦。我说，我知道我刚刚有没有第一个想到是那个飞越魔道场，不一样，但是这个比较还，对，只是好玩，这个比较好玩。好，这个叫终点，它其实正确规则是这样子，然后帮我洗，然后帮我洗一下。待会你玩。我说他在最后三张丢，可以丢哪张？丢到黑色呢？这个才是先不能用，要有人丢到黄色。现在是一样，只有同等。你有什么逃避才可以？为什么？队长，你有什么退出了？有新朋友，哪个加内了？再让他玩，我监督你们就好了。不要，那你玩了，我要走啊！我要走啊！好，也可以。你真的要走就走。我绝对回来的啦。好，对，那你不要。为什么没有塞塔？好可怜。因为塞塔就四个人，你去坐他的位置。他等一下才要回来，先去玩他的。对，然后我把你教学帮你教好。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刚刚拖后腿的走了。好过分哦！趁现在嘴他，趁现在嘴他，对。好，待会呢，你如果要离开这个房间，就要甩出这两个。对啊，那两个是开门，没有，开门或离开，开门或离开都可以。哎，开门或离开，没有门，不是开门之后要开，然后要开到那个房间甩出的地方，对。OK， 好，比如像这样子，你要开门的话要丢这个，然后如果要过来的话要丢这个，这样 OK 吗？好。然后要再开新的房间要再丢。对啊，你人过来以后要开新房间要再丢这个。好，你如果丢到红黑色呢，就会 keep 住，就是它会被落住，就不能用。是锁住不能用。对啊，你要丢到黄色才可以把两颗解开。好。对，就这样。然后是别人救你。那我丢到黑色，如果一直丢一堆黑色，等别人救，等别人救，有本事，然后被救，好，就是故事里面的剧情，对，那如果说
有这种房间的话，那我们要累，我们加起来七个钥匙就可以放两个水晶上去。好啊，我加起来十个钥匙就可以放三个水晶上去。那水晶要干嘛呢？在最后一个门的时候，你那个门呢？他刚被洗进去啦。最后一个门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所有的钥匙，不是所有的，每个人自己的钥匙要大于这边的水晶数量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想要把这些水晶给捡走。怎么捡走那些水晶？就刚刚那个解任务地方把它放。解任务那边可以放水晶，那有些地方开门可以放水晶。对，我们要想要把那个每一个房间这个东西要有三个，但是你整数掰一个。对 ，OK。所以你找到一群人，然后就是一直拼命的拿，我们就要拿三个出来。应该 OK。有需要钥匙，我们就看，有，然后就放在这上面。我出三把钥匙。对。我出三个。救人三个。快啊，要喝了吗？所以黄色也可以保留啊。对啊，黄色可以保留。都可以保留啊。没空保留，黄色就自己都解不够了，保留什么？黄色一出来就大家都要拼命。有没有喝点药？为什么会黑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人就是靠我了。你是护士啊。你看。你看什么？我就说跟你们好难，好不好？还好啊，我可以算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塞进去。最后三片吗？北极熊。然后也是进十分钟，然后大概六分半钟的时候，我们要跑回这个房间。要是来不及的话，你也少一个彩。看那个都对。好，没空看那个。真的没空。我会提醒大家，好不好？没空看。好，没关系。你可以在他们玩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到底在干嘛。好，好了，朋友来喽。想睡，不过玩一下应该就好。因为这就有十分钟了，好，所以你只要再撑十分钟就好。然后等一下绝对没有时间让你睡觉。好，来喽，好，等他一下。然后这个 app 它就是有这个，就是音乐。那它为求方便，所以有人特别帮他做。没有，没有延迟啊！我已经收起来，没看到吗？我认真。我们在讨论神庙是这样。哎，队长，我们先走左边还是右边？啊，随便。我们不是要一起走吗？开哪边就放哪边。对啊，开哪边就去哪。我已经玩好了。好，开始。Ready, go。好，我开。哎呦，马上就二黑。哪里？开这边，开这边。OK。好，自救。两绿我一道。自救。快点过去凑火把，我有一根火把的。你要先结伴这边，然后你可以救你，救你，他们可以闪，可以闪。然后你如果消耗掉，拿回来。好，黑色救一下，谁要救？够，你可以自己救你了。你可以自己救自己。留两火把。留一火把。哇，这边有一个火把。他没进来，完全没进来啊。三个，三四五六七八。我要先进去。你要先让两个绿人走进来。救一下，还差两个火把，你救，救，两黄救一下，三火把，太三火把了，维持，救你两个，好，十个火把了，十个火把，百分之，好，就被消耗掉了，拿回来 ，OK， 开门，赶快开门，两绿开门，两绿开门 ，OK， 哎，救一个黑色要花几个黄色？一黄救两黑。一绿钥匙，移动。我出两火把，我一火把，我出一火把，这个就想办法给我开吧。就，哦，三火把，四火把接了，四火把接了，钥匙跟自救，这两个一起。好，开门喽，火把，火把绿，移动过去，我自救，火把绿。注意钥匙吗？好，还有一分钟就要回到房间。我两钥匙，我注意钥匙。OK， 好，注意钥匙。四钥匙开了。就。好，回去了，钥匙还没。没有，应该没。钥匙，自救。火把跟绿开。好，开哪边？啊，这里好了。好。火把跟绿，我移动。你怎么开了又移动啊？可以，他保留四个就可以啊。他没有啊，他是开了你不能移动啊。开了，然后是他移动过去的，我移动过去，钥匙，一个钥匙，一把钥匙，我一把了，火把跟绿，好了，救你两把钥匙，三把钥匙 ，OK， 够了，四把，剩一个，回去哦，回家了，没有，还有一分钟。好，继续开回去。没，不可能，不要相信他。来，火把绿，这里有门啊。火把绿开这里就好。我要回家了，多开一张啊，自救两黑。
哎，还有什么呀？要几段绿？是吧？哎，两个绿。往后一下，往后一下，回家开，我们回家开另外一边的门呐、啊。两黑四旧，绿保留。把绿移动。两旧，两旧，就两块。没有啊，你我在这里啊。哦，好，不同啊，四十秒。超可怕。好，两绿回来了。绿字。白色还在这边。没有，我是想象我要火把绿啊。保留绿绿。我把火把绿。好，三十秒，三十秒，三十秒。要死！两绿两绿，墨绿谁要？要死！我不行，还有二十秒，不能吗？中中，我有。要死！好，进去进去。要死跟绿，赶快！好，十秒。我没有要死，我要怎么？进来进来了。有有有，五秒。进来。好，开门开门，大家开门开门，快快快快，冲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先撸，先撸，先保留。对，先保留可以，可以先保留。好，继续，继续了，可以出来了。开！谁要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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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通救，通通救！三车、两车、两车、六车。一火把，火把，火把，我没有火把，没有绿。开门，有了，有了，火把够。绿根钥匙有了，直接过来。绿根钥匙开门。救救救救求救求救求救！你上你来看。全部都回去了，接接接接。好哟。两黑。救自己救自己。绿火把有。救你两颗，救你两颗。我把两黑砍了。不要不要钥匙，绿火把移动。没有火把。哎、欸，那我这边开门要，好，请你只要这两个就可以开。绿钥匙啊，有了 ，OK， 那你要开哪一边？绿灯火把，绿灯火把过来了。我开绿灯钥匙开门。开门，他绿灯钥匙开门。哎、欸，这里比较多啊，大家来这里啊。等一下了，先救一下，我四黑了。救你，救你，救你几颗 ？OK， 我也救你两颗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两绿啊，冲过去了。绿，未来要绿。然后这边是要火把，就是我们不同区啊，好，是有，我们是有白色的，我走了，绿绿绿，然后，哎，你这里过不了，两只火把，两只没有门，没有门，没有门，你要绕回来啊，这里先解完好不好？自己先解，我两只火把，我这里两个火把，两个火把二，一只火把，绿绿绿绿绿，要你看了吗？我两个，没有，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。好，过来了，你们两个拼的，自己去拼的。一个火把了，三只火把，还有一个火把，还差两个。两个火把，就你跟这个火把，就你的火把，这四个火把，这，往回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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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这两个火把，谁要救？谁要救？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，救你，救你，救你。四火把，三个火把，三个火把。好，还有四十秒。要回家了，四个火把，对，四十秒要回家，四火把，先回家，先回家，十个吗？可以拼两个也可以，先回家，我们这里十个吗？赶快走，赶快走，好，还有三十秒，回家，救人救人全救，快点，六颗，啊，救自己去救两颗，有绿色，要十个回去，还有二十秒，不回去了啦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回家，一律要死，再一律收钱，好，十秒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绿火把，绿钥匙最后一把，绿火把没有三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就你来给我一个。我好，继续哦，继续哦，继续哦。接下来往那边走吧。还有三分二十秒。绿火把移动出来，绿火把，绿火把，绿火把。那你要走这边还是走那边？绿火把开门。好，开门。绿火把，绿钥匙移动。救人一下，救人一下。绿钥匙，救救救！然后火把，火把，两只火把，两只火把。我有两只。绿钥匙，你要在这里。绿钥匙，绿钥匙开门。还有两个火把。那我们用掉，用掉，我们再同一区嘛，一个。我有两个火把，我过了，好，那我就过去了，移动过去，好，两分四十秒，要快点开门哦，出口还没出来，
好，一粒一火吧，开门。哎，一粒一火吧，开门吗 ？OK。什么？我居然还在这里？我看错了。好的，一粒。哦，两粒，对呀，两粒。不会再回到起点哦，不会再回去了。两粒，谁救我一下？有没有开门啊？啊，不要，我不要。好、哦、像是钥匙，两粒开门。不对，这是绿钥匙来着。200钥匙，300钥匙，400钥匙，救我！500钥匙，谁要救我？没有，谢谢。这里两把，这里两把，我三把，还有两分钟。总共5把，6、7、8把，8把吗？8把，9把，9把还差一把。不用，截两颗了就好了。快！我死了！赶快去开门，赶快去开门。救你一个，还1分45秒、啊，你要开门吗？是吗？好，开门。哇，我全黑，全黑，救啊！然后救你两个，救你两个，好，1分30秒，三黑啊，救一下，三黑，你自己骰啊，我自己救，自救两颗，绿萝卜移动，好，赶快开门哦。还1分20秒，我两只钥匙，我一只钥匙，绿火把开门，可是我还没过去，绿火把移动，我两只钥匙，绿火把移动，再不两只，我一只钥匙，绿绿移动，赶快开门就好了，这里只剩三颗而已，对对对，只剩三颗，全解，赶快开门，赶快开门，绿绿开门，居然到最后一个，绿钥匙移动，开旁边，开旁边就好了，开了吗？好，我要走回去了，你们这些坏蛋。好，48。我就一把。好，你只要甩到三颗，只要甩到三颗钥匙就可以出去了。还剩36秒。好，绿火把移动。三颗什么东西？三颗钥匙。我出去了，一个。好，出去了，你可以去。那我不能甩了。对，你就结束了。出去。好，三个钥匙了。出去，三个钥匙给你一个。还有20秒。救我！你甩啊！救你两颗，救你两颗。赶快甩啊！我全救了。自己救，赶快甩！4只钥匙出来了。还有10秒，你不能动。没有啦，我已经给他了。给他三个钥匙。好，7、6、5，一个钥匙保留。4、3、2、1。输对呀！输对呀！没有。不是他一个人死在庙里面，拜。没有，就一个人死就结束了。我可以给你钥匙吗？我有一个。你们刚不是要给？不能啊！你们离开不是要给他一颗吗？离开可以给他一颗吗？你们离开不是要给他一颗吗？我已经给他了。我离开的时候给他。好，离开可以给他。他刚把自己的保留钥匙也拿进去死了，一个钥匙也漏掉。好，那个恭喜各位，你们完成了最基本的，他还有进阶版。我靠呀！好难哦，人生好难。可以再玩一次吗？进阶版吗？来啊，我们都过了，对不对？基本的。你废？没有，那是他太紧张了。你们先吃。好。对，你可以不要那么紧张，拖后腿又还没回来。战略是可以的，对，一起走比较好解，而且冲这个比较快。对，只是不能被扣反，对，不能被扣反。前两回合尽量不要被扣反。而且按正式规则的话，在旁边才可以救，这是很方便。对，因为在旁边救也还好。旁边不是直拍也照？不是啊，我们说我们刚刚是站在一起，对，其实还 OK。比较松一点是全场的救。我们不需要，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队友的。啊，你觉得这游戏有没有趣啊？赞啊！我要玩下去，比魔道团好玩。什么东西？我都精神都崩溃。魔道团其实也不差啦。魔道团很好玩，没有是他不喜欢。魔道团最靠北就是你不能讲话，你明明干你干的队友干的要死，但是你不能讲话，还不能比才糟糕哎。没错。没有吗？有神一直对他疯狂求，然后对方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害怕，我紧张，救命！有诅咒真的太难啊！诅咒真的太难，拜托，那看跟谁玩了、啊。因为你先玩这个就好。好，什么叫我们先玩这个、哦？可以不要破坏我们的那个游戏体验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宝藏有点乱，真快。我也玩游戏。我就留一个我。好，那17颗是难度最低的了，它其实超难的，每一只那个还是加7颗。天哪！
没有没有没有。那我们可以玩简单版的，然后把这个通通放下来吗？放下来什么意思？这个钻石通通放下来。他意思就是把所有钻石用下去，但是我们可以。那我们用最简单的。不行啊。你从钻石放下去，你地图不够消耗那些钻石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那不要。那我们继续玩简单版的，然后等一下确定有没有默契了再进去。我们刚刚第一关都过了，我们现在玩第二关。没有过啊！你没有过。我躺在里面，我躺在里面。他过了。他上礼拜没有过，但我们这刚刚过了、啊，我们刚刚有过 ，OK 的。原来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时光穿梭。对对对。我被丢。他第一次玩的时候没有过，可我们刚刚那一场有过。OK、就在三十秒前。对，我完成了。我有点忘记三十秒前发生什么。我们完成了穿梭一个礼拜的。好像有过吼，不要乱说嘛。现在有吗？那边很多猫咪。很大，但是那一只没有，我们已经两次了。好。没有，他现在好，那就加个两个就好。就是最后。我觉得还好啊，就宰五个钥匙就过了。你刚其实有机会把所有的啊，对，如果今天这全部都是全部没有任何宝石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至少要塞一个那个钥匙才会出去。OK。我很想，有人很机车，他就是一直疯狂的开图，他很会开图，一直开，先把路线开完之后，对不对？他还管你的，反正我最后只剩下三个骰子，也可以这样子玩，有一个人一直疯狂的开骰子，开那个开图。哦，一个人疯狂开图牺牲，然后其他人继续抽。对，其他人去解他的，你会要加些奇怪的东西。不，这是一个方法，我跟你讲。如果你觉得你回不到房间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就赶快开图就对了。因为你图也是要开完，出口才是搜索器，搜索器。这也是不错的。对。而且其实这样更快。不一定。如果顺，我们第一次就这样子。你看你一分钟可以做多少？如果你两次都不做的话，对不对？你有多一分钟，你可以做别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骰不能被自己卡住啊。如果请别人救你啊。如果你一个人在外国放的话，除非两个人去开啊，那我知道了，你知道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我们要往前走，然后解回来。先开没道理，没道理，因为这样就可以，因为先开的你会知道哪边需比较好走，哪边比较好走，就是没道理。边开边解，我觉得没关系，再一次。我吃饱了，吃饱了。新增规则吗？啊，有新增规则？没有，就加两颗，就加两颗而已。哇，两颗其实很多了。多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才两颗，我觉得加一颗就好。才两颗，你看不起我们？什么啦？它的规则是什么？第二集是什么？不是，他就说，如果你要再增加的话，因为第一集是五个人四颗，好，然后你说如果想增加难度，你就是加两颗这样。对，再来，然后就一直加，一直加，加到加完为止这样子，然后才可以玩别的。这个加完门就打不开了。没有，我没有试过这样子。你消耗不完啊？我没有试过这样，没有没有，它这里面有一些是那个诅咒，有人要放那个宝石的，我们来啊！我有些地方我都有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然后绿蓝，开门。然后绿蓝移动。你要先用一个卡的，先开的。再绿蓝开门。绿蓝移动。绿蓝移动。然后吧，我也是我。哇，三黑，我的妈！快救，快救啊！我救你 ，OK， 谢谢。绿火把移动，就一个，谢谢。蓝色怎么还在原地？因为我没有两个火把，三火把，两个火把，一个火把，谢谢。好，来绿火把开门。绿火把开门，绿火把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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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留两个，救！绿火把移动，救命！还三黑。钥匙，还有四把钥匙。你有钥匙吗？一把。好，四把钥匙开了。有没有要救？救你两颗。绿火把开门。越开越远哦。绿火把。哎呀。然后。哦，三黑花八。哎，一个钥匙。好，自己救。三个钥匙。还没进去，我还没进去。我两个钥匙。没有啊，已经解了，就你那，快要那解了，好。
可以留杂用。绿火把移动，绿火把移动，绿火把。哎呀呀，绿火把移动。好，八分半哦。哎，三个钥匙呢？好，来来来，三个钥匙，三个钥匙。四钥匙的，四钥匙的，我有钥匙。好，绿绿，好，绿绿移动。绿绿，再放两个绿绿，绿绿进去。好，绿绿进来。谢谢火把，谢谢火把，等下救，等下救，我多一颗，等下救。好，好。他们要死了，运动火力剑，我两个火把，火把，运动火把，火把，来两个火把，再加三个，我总共三个。两个火把开满，四个还差一个。我两个，我两个火把，我两个火把，五个火把用。五八十个火把了，赶紧放三个，放三个，好，走走走走走，回去回去，好。回两遍，你家了吗？开门，还没，还有一分。绿绿，我的绿绿开这。啊，也可以。好，没有，你开那边，我开这边。那我绿绿开这。你开错了。绿钥匙开这里。开，哦，好。绿钥匙刚好可以，刚好。还有一分钟哦。绿钥开门。还有一分钟哦。有人要跟我一起进来吗？没有啦。三个。等一下啦。还有。等一下啦。还有五十秒。啊，等一下啦。开门。你不回来，你要干什么？赶快走了！两绿移动，然后绿钥匙移动。哇，三黑了，谁要救？谁要救我？绿钥匙移动。谁要救自己救？好，还有三十秒哎，三十秒很久。救！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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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！我两颗。要不要开这个？绿钥匙。二十五秒。好，塞两个绿绿吧。在里面的可以赶快存一存，把东西存一存，跑来这边。红色不用存啊，你要先回来吧。你怎么在里面？五、啊，你狼心哎！弄错人了，我三、二、原来我一直弄错人了，我救你。好，没关系，去一颗骰子而已，不要怕。好呀。好，好，继续。好，好，继续。我刚刚也动到绿绿过来，我有三火把。两绿一过了。你不要急，火把。一火把，我有三火把。一火把吗？可以。我刚刚没有抽到火把。我要两黑。我没有钱。一个，五个，五火把了。救！我先救，我就一堆全满了。存着。两个火把。七八八火把，八火把。九十火把 ，OK 了。开门。谁开？没有啊，就解掉。你是开门的，没有，看谁要开啊。谁要开门？我把两个开门啊。绿开。绿钥匙移动。你开那么多。靠！四个黑，哇，五个黑，叫你，五个黑，我也是黑了，惨了。开门，入手路。啊，五黑，五黑，两个五黑，救人，救人，快点救人，这个两黑了，哎，有可以救了，救他两颗，哎，我救自己，救你 ，OK， 我救两颗 ，OK， 救两颗，三黑。好，五分钟。开门，四黑。开门。这个黑到底了，这个五黑。开门，五黑。哎，救我！我救你一个。绿钥匙开门。绿钥匙开门。哎，全锁了。来，我来甩啊！啊，我黑到底。救人！先救人，不要动，快点！救两颗，快点！哎呦！我救错人了！我也是很衰耶！先自救，赶快自救，先自救，快点！多一颗自救！哈哈哈哈哈！救人啊！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！六分钟废哦！可以，我们都死了，废了，废了！怎么会玩到告一段落？我们已经告一段落了。那个摆好！天哪！再一次，我不管啦！刚刚大爆闪烂透
没有，你真的很烂。而且你还是你在废物。意外，算是意外。好，我们这桌是我先怎样？我先算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时辰。我先看一下时辰。那你还有啊？给我。现在这游戏会灭团。各位观众，灭团！灭团好刺激啊！这游戏会灭团。要不要提醒？提醒？不要，没关系，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每个人都把骰子拿到中间，然后大混洗一下，不然人家等一下又爆骰。啊，不管先自救啊，不搞你们了，救了别人自己活不了。三颗是快，多余的就放在前面了嘛。来啊，坐啊。你以为你来会比较好吗？不会啊。会啊。看着你 ，I watching you。骰子的功能。反正今天黑色就不能挡了，然后等到有人用黄色或是用黄色救，一个黄色呢可以救别人，站在旁边的地方呢可以救别人或别人可以救。好，你要有这个地图的这两颗才可以开门，然后你开了门以后呢，你要有这个地图的这两颗才可以走过去。那我现在开始爆塞。然后这个呢，游戏最后是会出这一张卡，这个要。你的钥匙的数要大于剩下的酒精。哦，大家的还是大你自己的，自己的。所以如果剩三颗，你要丢掉三个钥匙就好。好。对，那中间有部分呢会有那种接水晶的，比如四个我把你们统一拿，就可以把水晶放过完。啊好。对，好。对，然后所以走过去跟离开都是要丢掉那样那个东西。对。全部都捞得那么清楚。又不用拍了，又不用拍了。全黑哦，全黑哦！不要问，很可怕。好，大过年，拖后的还在，我也只是自己呀、啊。其他真的不在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下嘛，那你下，然后那你再换一个。你们干嘛互相伤害？好，轮 ready。哎，上面洗进去了。好，那不用洗吧，那不是最后一张。还到没有啊？谁说的？倒数三张随便问。哦，谁说的？也要。他可以几个人玩？五个人。好。没关系，我有，哎，那你来开门。好，我来开门。好，准备哦。等一下，他有音乐的。他有那个，没有人在管音乐的，完全听不到。对，就是骰子超大声。可以大概看一下，他本来是。哦，就是两分钟大概要转就对了。不是啊，这个是应该十分钟吧？我不知道。那哪有？那这不可能，你说两分钟哎？还没，等下到我。小屁！你赶快哦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我太急救了。好，可以保留骰子，可以保留骰子。可以保留啊！好，走过去。没有，你要救那个。要什么鬼？自己救！没有，自己救！我有一个，我有两把，我有两把。走了，我有两把。你是绿色，解了。捡骰子时间不算，等自己想办法。等下开门。开门吗？你要绿蓝吧？绿蓝够。救一下！救你！绿蓝走过去干！哎呦，好累！好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两个我把。救命啊！三个，四个，开！我。好，哎，绿蓝开门！开门！然后绿蓝够我，然后我一个火，我要绿，没有，你要绿钥匙，哎，我有一个火，四火，开门，开哪里？绿蓝，我们动就可以了，开。三个黑，我三火把，去救两颗。
所以就一个人比比。对，哎，这边有两个火把，三个，一个，这边两个，我四个火把，这两个火把，一个火把，看看看看看，十个，该回去了，该回去了，该回去了，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，开回来，开回家，开回去，开回去，绿绿开门，绿绿开门，绿开门，好的，啊，没路，这是没路啊，啊，没路啊，绿要绿，然后往回走，然后往回走，绿我吗？绿我吗？对，绿我回去。绿钥匙，绿钥匙，绿钥匙，你是绿钥匙，你还没回来吗？接回来，接回来。还有三十秒。好。所以我可以。那个黑色，黑色。特发给掉了。哦。绿，绿。继续喽，好，绿火无用，绿火无用，继续，绿火开，继续，绿火无用，应该开那边吧，应该开那边吧，没有，绿火，绿火开这里，绿火开这里，这边有两只钥匙啊。哎，他有啊，三只钥匙，三只钥匙，三只，四只，四只，四只，两只，两位，绿火开出来，救我，需要走过去，蓝色是谁啊？救你，救你，救你，蓝色是谁？救你，好，绿钥匙开，绿钥匙开我，看我刚刚哪里开，绿钥匙，过来，绿钥匙，好，绿钥匙开，绿钥匙开，只有黄伞，只有黄伞，给你，就给你，啊，有，就你。哎，地图哎，终点在这，水晶还有800颗。那我要干嘛？赶快过来放水晶，过来放水晶。赶快过来放水晶，绿钥匙，绿钥匙，两钥匙，两钥匙，好，四个钥匙解了，五分钟了。OK 啊，赶快过来这边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，我这里。过不去，你要回来呀、啊！绿火笑了，不能过去啊！不能过去，能不能过去？那边没路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开这边，开过去就好了。没路，没有，没关系。就开这边过去，可以吗？没有路了，因为没有在那边，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。这边可以开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没有声音啊！没有回家了，没有回家了，直接把水晶拿完。没水晶，水晶拿不完了，快点！这里还有一个去啊，然后在后面再开一张，还有一个啊，这边不能过去。啊靠！是哦，你要走回去。好摇了！我刚刚一晃救你啊！绿钥匙，绿火，绿火，大家救我！救我！好，三十秒，三十秒。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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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他！没有啊，这一波的惩罚要你，叫你，叫你。哎，他惩罚了没关系，惩罚丢骰子。可以再甩，还有二十秒。怎样？先要回到家里面。对，叫在家里就好了。这样就，这样你可以继续甩啊，继续甩，不要再等剩下的他走，他要走过去，剩下的先保留起来，救自己，救自己，救你。好，五四三二，有，可以回来了。好，就没事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绿火移动，这里接水晶，绿火移动，绿火，绿火，上面好多绿火。这里也要去哦，看应该要分两个人过来。两绿，我绿火，绿火过来。是你的。两绿哦。两绿，两绿过去了。好的。一把钥匙。三把了。哎，
有，我三把钥匙了，大的五把，三把，第三把。好，我这里有一把，六把，然后我爆了，六把不够，然后我爆了，就你两个。有啊，哎，四把，这里有一把，四把，八把，八把，九，还差一个，十把，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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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九十，十 ，OK， 十，十，十，十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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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就他，还有五颗水晶吗？就你，这里要有人，这边可以过去，这边可以，不一定要拼三个，你可以放四个，可以过去。好，拼火就是，哎，再来。不要再开，救一下！没了吗？救没了。好棒啊！没有绿钥匙，没有绿钥匙，对。绿钥匙。来，刚刚绿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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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，三火是三火，六火，带一火就好了，带一火就好了。哎，不是找那个。好，你们三十五秒，带一火。有，好，是一火，你们两颗就好了哈。两颗。OK， 好，回家吧。好，赶快，赶快回去，出火要找三把药，这边不能过去。啊，嗯，抽哟。你要到我这边。OK。好，一分十五秒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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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绿火，绿火，绿火！来来来，存好，绿火，出口这里。你有两个绿火可以留两次啊，可以走两次啊。是吗？你有两个绿火可以走两次。好，对。绿蓝走。绿蓝走。绿色在留，咱留嘛？对啊，没关系，绿火走。快点，三把三个，丢三把钥匙，丢三把钥匙，丢三把钥匙，钥匙，哎，他出来了，你可以给一颗给任何人，给蓝色好了。还有，要几个钥匙才？钥匙我出来了，三个三个，还有三十秒，我给骰子连一下，有有黄色可以救我吗？有救你，我要可以救有吗？再救你，好，二十秒。三个了，给他用，给他骰子，给他骰子，给他骰子，给他一颗骰子，来，大一点，我出来了，好，十秒，我蓝色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还有一个，黑色骰子给我，我死掉了，太多了，没办法，我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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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啊，我出来了，真的，哎呀，出来了，他出来了，有哎，有哎，啊，我是压秒的，出来了。都滑出去了！耶！娘子，不想了！我错啊！你们为什么过了呢？现在我的名声要怎么？我过吗？有过吗？有过吗？我在最后一秒有过吗？有没有笑？有笑，就第一个出来。原来，我怎么第一个走出来？破裂的离开了之后，让我黑到底。我跟你讲，他开的图超级烂的，他也帮我过。不要，他为什么要先开那边？好吧，不是，是你看了之后应该这边再直接接回去就好了。没有，因为开不是开那没得选，不是可以啊？因为这边说他们应该开这边，不要开这边。没有，我刚刚这边我把门不开了，我就开开开开，这可以走，这应该往这边开，所以他可以直接接回来。这个比较好的，会更顺啊。你说你要开哪边？例如你开这边灰色跟橘色。再来啊！都过了，这么简单。太简单了，有我压秒哎！再一次，压秒，把我的两颗还给我。你三颗还能过，真佩服。没有，我四颗。我们看看拖累的下来。他这个还可以过哎。单挑来，隔壁的。来，你还过哎？来，你来。看是谁黑。所以就只有这样，没有更难的吗？啊，我们。刚我们刚刚他们已经 OK 了啊，不会再拖累了。他刚刚有加一个那个神像，然后要给他祭品，诅咒是不是？来啊，诅咒来！你想要诅咒？玩看看啊，有些游戏一辈子只会玩一次而已啊。所以就啊，今天就玩完。这种游戏这一次玩完以后也不会玩了，就赶快把它玩完吧。对，这样有默契，一口气玩到底。所以我刚刚有一个那个城市的跟什么都没有的。
帮我挑出来，换向这两边。哎，对对。好，来。哎，这个对对对对，好。你要一定要以他的跑去拍照。那个神，那个神像是干嘛？好、哦，就是这样子哦。那个他刚刚那个神像之后，他觉得你要，比如说他刚刚有掉，打开之后你要翻开，翻开大家起风，要解开这个诅咒才可以离开这个，离开这一点。他有走在吗？啊，有走在吗？这块没有啊，这个解完就走了。啊，你们也是一起到那一间房间就要解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可以一起解。好，好，来来，也有我在就赢了，而且我还第一个离开。对啊，这个我不方便说什么。而且我还第一个离开。我不是坐过去。啊，这游戏好好玩。那是我也不拉不拉，我也反正也拉。一个是一个一个。好。不拉不拉。对，一台就一个一个。他总共就有三张哎，所以就两张啊，两张嘛，只有两张执照，对啊，哦。好了，来。所以我们如果翻到那个，要过去吗？还是不用过去？谁？要先把它弄掉才过得去。什么意思？要进去解还是解完才进去？没有，你就要进去嘛，对不对？进去了会诅咒，会开那个东西，那你就不能解完才，你就不能离开，会不能动。那我们就绕路吗？诅咒有绕路。如果他开，他探索打开之后，这样也是蛮合理的。你不要进去就好了。对啊，不要进去就好。就是明知道里面有陷阱，你要进去，这不是作死吗？嗯，对啊。所以我是明知道，我在开。万一死在那个门外，就啊，就是他爆了。你不要拖就行了，怕他爆开。他原本没有爆开嘛。你不要拖，我们就不会了。被闪爆了。没有，那个东西很，那个上面的塔不见了。对，他的他的那个固定的那个，就是很像那个城堡。我都是这样子，没有那个就会很好嘛，因为那是真的。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这样子丢有没有？放在手上会耶，没有，你这样丢就很好，就可以手顺便把它拿下来。你会不会不用两只手？我的墙壁就要把它粘住。我觉得我是可以把我那个手拿回来。可是你那个塞塔会塞很久，会让咕咕咕咕咕咕咕，然后还会卡住。所以你们好了吗？好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我修复我的塞塔了。好了，那要来了吗？来了，来了。他不过他已经没有，没有，已经够大声了。Ready？ 好可怕！没有啊，他坏掉了吗？我要脱外套。反正就这样子啊，等一下。好。好绿。绿有，幺有，开开。这边吗？我绿钥匙开另外一边。抱歉啊，好，绿要诅咒，好，绿要诅咒，火把一个，火把，火把两个，一个，开开开开开，火把开，开火把火把，那个要绿要，好，绿要死开门，开哪里？这里，谁是黑色？黑色，好，绿要死，跟我动成蓝色，火把一个，我有一个火把，两个火把，有一个火把。三个，我三个，这边这边，我这一个，好多，好，第二个，开开开开开，啊，那我就叫我那边查，第二个，没有啊，好，好，第二个开，来。怎么样？要请多几个？好，绿绿过来。我两把钥匙啊。我两把，我两把，我两把，我两把。我一把。六七八三把，三把，九把，有九十把，十把，谁需要救？我要救。通通救。好，我三颗。好。好，绿绿开，三黑，谁黄？有叫叫叫，叫，绿绿开。你想问一下？可以借两把钥匙，老板可以借钱两把钥匙，可以两把钥匙。一把，我没有火了。有啊，这里有啊。没有他，没有没有火，没火。开，我一把钥匙，有一把钥匙。走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再开，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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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救救救救，全救！回家，该回家了，该回家了。
回家一定回家。叫叫叫，谁要叫？绿火锅。我有，我有。来个绿绿，绿绿，绿绿，进啊！进来！哇！不要救他，不要救他！三个火而已。我有两个火。好，三个火开。还有一分钟。好，绿绿开门，开，我开这里，开这里，他开这里，我开这里。要回去了吧？结婚要回去，可以直接走回去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这里走回去啊。那这里挡住了，这里要站过来。再一个就好了，这边挡住了。再开这里看能不能打绿火，再开，看你们的命啊。好，十秒哦。哦，可以。刚好绿要救吗？好，救你几个？好。我要救吗？哦，我们叫你到这里。对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叫叫谁有绿？谁有的叫？就没有自救，不管你了。哎，我叫你，自救。好，绿钥匙再过来。钥匙，谁要救？绿钥匙，谁要救？好，15秒，十五秒。我也真的很惨。没有，你刚刚绿钥匙用过。没有，是火，没有，是移动的。三。2、1，谁救一下啦？救你！座椅呢？好，第二波，好，第二波，绿好走。钥匙留着。要不要开一下？要不要开一下？开，这里。谁要救？谁该救我？快跑！绿钥匙，你进来。你进来，你进来。好，看一下绿钥匙，我一个弟弟。好，你进来了。啊，绿钥匙进来是不是？我一个绿人，一个魔法，有谁有钥匙？绿魔法，刚动作，谁有钥匙？魔法一个。好，钥匙有人点开。一个魔法，诅咒点开。钥匙，我点开。需要魔法，魔法。绿钥匙开门。啊，三个魔法，一个，两个魔法，有。好，绿钥匙开门。不要救，没有好。绿钥匙开门。啊，救我。魔法有了。我有一个钥匙，一个钥匙，两把，两把，我有一个钥匙，两把 ，OK， 加油了，先开门吧，开门了，还没啊，绿火把开门，谁要叫？没有，开门，啊，好，绿钥匙用完，好，你，救你，好，快救，好，把绿钥匙开，绿钥匙开。现在才过一半哦，好，没有，好，绿钥匙再看，绿火把开，好，然后人走过来，还有我，哎，我想死，就你两个，好，全救，刚刚有跟蓝色在同区吗？救火把，没有人跟他同区吗？三个，六个，七个，谁要救？八个啊！这里有一个，哎，救我！我这是火把，四个钥匙，我一个火把，好，现在几火把了？我五个火把了，够不够？够！两个火把，十个够了，开门，绿绿开，先回去，绿绿开，绿油，开这里，在这了，你开，绿火把，开这里，不行啊，那水晶不够，绿火把开这里，三个水晶的，四个够啦，四个。好，还有4分钟，还有30秒，来了，不管了，30秒，四个水晶拼了，啊，烂掉，四个水晶，哎，救我，啊，过不去啊，救我，把钥匙就过，救我，救我，钥匙，这样，快救人啊，救命！哎，叫！哎，我没有了，没有，你救两颗的，救两颗给你。没有了，救人！又卡了，救人！3、2、1，救人！没有，你钥匙还可以甩，是吗？救一个人，救人！快点，等一下，来，每个丢一颗，抢回一个骰子，赶快救人啦！救人！你们赶快去开吧！救人！你赶快开吧！剩两个，好，快点，赶快救！救！好来了，继续哦！哎，救！你是黄色。有还有两个，赶快救自己，先救自己，赶快救多这两个，再救你两个，救你先去接水晶啊，还有3分钟啊，
救人！哎，救你！救人！救人！救人！哎，我三个钥匙啊！赶快跑！三个钥匙不够啊！要四个不是吗？他就这样甩到四个钥匙，然后跑掉了。对，你不帮忙甩，没有他走开就会有给我们骰子了。哎，我想要三个钥匙。哎，你赶快走就给我们骰子，拿回骰子了。哎，你要救，先救人好了。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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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救再救！要出来是？还是要救救快救救救救救救！要现在要怎样？赶快走啊！要死赶快走！看你们能救多久？救他救救救救！赶快出去啦！赶快出去啦！还不到四个钥匙！谁要救你俩？你们四颗骰四个钥匙很容易吗？救你两个！不可能的任务啊！我中了，我出去了，我出去了，谁来？骰子给别人，骰子给你，是不会给他？救我！我一时救我！好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一时心急，等一下，还有两分钟，两分钟，补他一颗，补他一颗，补他一颗。我骰很久嘞，你行不行啊？三个，快一点啊！四颗吗？我出去了，给你。你吗？救你，救你，救你！两颗。四颗。给他，给他你好废啊！赶快自救！自救看看啊！你干嘛？你干嘛把全部钥匙都拿去甩？有人扔掉，拿三颗，拿三颗，拿再拿三颗，再拿三颗。钥匙不留一下！快！还有五十秒。三颗，天啊！你把钥匙留下啦！留了啦！你拿到别人的骰子，要留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两颗回去，留一留一把，留一把，还有三十五秒。慢慢来好吗？你不要紧张，全有了。再一个钥匙，一个钥匙，怎么可能？最早到最晚出去了。没有看到六黑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他如果六黑，你们脸都黑了吧？我不以为他上厕所。我记得我讲过，有骰子都是笨蛋。好了，要不要换游戏啦？可以换啊，这边怎么会玩的游戏啊？我也其实蛮好玩的，真的还蛮有趣的。这边有玩骰子的吗？你为什么你可以丢那么多次丢不到同一丢不到钥匙？为什么？